领导，跑这干嘛来了？那个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我这忙着呢。啊，我知道您忙。那个，进一步说话呗。就几分钟，就几分钟啊！别走啊！哎，就几分钟，快点的。什么事儿啊你？情况呢是这样的。贵宾间一老头跟他闹起来了。这是鸟巢，但它不仅仅是鸟巢，也不仅仅是个运动场。它是全世界人民最盛大的体育运动的一个主会场。你这活儿它不成，你这叫糊弄人。你看看，我给你往地上看。哎哎，谁呀？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给我捡起来！领导，这老头不知道从哪儿。给我捡起来！不让干活，你瞎捣乱，瞎嚷！你老头，你老头，你把你们头叫来。哟，你来了啊？您怎么就跑这儿来了？您哎，照他这么说，这活我没法干。我们怎么干活？别着急！你耽误了我们开幕式，你负了了责任吗？你？还哭鼻子了？哭鼻子了？哎呦呀，哭鼻子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当年人大会堂宴会厅7000平米芦席纹木头地板，工期要45天，我们就用双手搓，就双手拿搓子在那搓，你知几天完成？8天。是8天呐。咱们结婚吧。
对不起啊，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是队长。等你当上全国劳模，我就嫁给你。行，你等着。石队长，祝贺你获得五一劳动奖章，成为全国劳动模范。我没有忘记我们的诺言，我会在国庆节那天晚上到人民大会堂门口与你相见。亚兰。炒鱿鱼了，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冷酷好不好？我跟他谈过了，他已经同意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，啊，都是为他好。我跟他谈过，他已经同意了。不是，这感觉太难受，就跟老爷子。下边的话你想听吗？鉴于王小莫同志的优异工作表现，经讨论决定，王小莫同志调任项目部，任高级项目经理，祝贺你吧，小伙子，该去闯荡属于你自己一片天地的时候了，王小莫同志。我去呀！石老先生，石老先生，石老先生，你醒了吗？你谁呀？石老先生，我是你们公司特别聘请的特护医师。石老先生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毕业于日本国立大学医学院，博士学位，我的专业是临终关怀。
我不需要临终关怀。石老先生，根据我在国立大学掌握的知识，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关怀。您有什么需要，请跟我说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我想吃卤煮，还要点酒。根据我在国立大学掌握的知识，卤煮这个东西内脏太多，胆固醇很高，不宜食用。我想出去溜达溜达，成不成？根据我在国立大学掌握的知识，这个时候你不能够溜达，容易大脑出血。那我只有等死。根据我在国立大学掌握的知识，这个时候您只能这个样。哎呦，真他妈烦呀！是要返回来找我来了。我都伺候过您了，我会混不下去吗？怎么可能？真他妈好吃，来点酒。哎，好嘞，来。老爷子，我可能到年底呢就要去国外了。负责一个项目，好啊！你就踏踏实实的走，今儿就算是咱俩的诀别。哎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走了。说什么呢？你不能这么说啊！不能怎么说？啊，就好像你爱上我似的。你别在那儿卖乖啊！你心里想的什么，我全都知道。我告诉你。哎，别给我来那套酸了吧唧的告别，我不吃那套。老爷子，是你真的让我相信了，这个世界上还有纯正的爱情。是你教会了我，我应该积极的活下去。真的，我会如你所愿的继续走下去，一直走下去。好，今儿算是我赢了，咱们就此分手吧。嗯，我说哈，我走，不许跟着我。你要是跟着我，我跟你急。放心，我不会寻死觅活，我还没活够呢。走，走。干不成个样就别来见我。
不怕，我就是不怕。想整我，报复我，老天爷，你折腾我一辈子了，还怎么折腾我？啊？想瞎了我的眼，让我什么也看不清；想聋了我的耳朵，让我什么也听不见；想让我拉床上、尿炕上，叫我丢人。不能够，不能够！我先把自个儿杀了，我叫你笑话看不成。我把自个儿杀了，我不活了。老爷子，你干嘛？这边你给我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手放开！来人呐！快！是我打的电话。放开老爷子！放开我！快！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光头男朋友呢？结婚了。这么快？啊，跟别人。嗨。啊，对了，明天上午我约了个演员，老爷子现在不是看不见吗？我们一起试试吧。好。你现在回哪儿？回家的话，我把你送回去。我在北京没有家、啊。你在北京没家不可能吧？真的，我们一个小演员，一部戏接另外一部戏，一个家子就是全部家当。就算在北京租了房子，一年四季也住不了几天啊。干嘛那么矜持？走啦。奶奶，这个呀、啊、是徐亚兰的那个个人资料，里边呢有他的性格的分析，还有他人生当中经历的那些大的事情，麻烦您呢多熟悉熟悉，你看行吗？不用看了，我就是徐亚兰。哟，不过你每月要给我3万的钱。啊，一个月3万？嗯。行，钱呢不是问题。哎，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，8月8号，咱就正式开始。滚出去！石先生，出去！你出去！干嘛？滚出去！哎哎哎！老爷子怎么了？滚！怎么了？滚出去！王先生，你来的太好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病人我看护不了，精神有问题，精神上有很大的问题，必须转院，转一所精神病院。什么精神问题？你不行就不行，别在这放屁啊！哎，你不要骂人啊！我没有骂人，我说你放屁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放屁！你再说一遍，怎么了？你骂我算了，骂别人我抽你！行了行了，老爷子，别笑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说你小子还有脸来呀、啊？我来啊，是告诉你，薛亚兰回来了。真的，真的，约好了，8月8。鸟巢见。哦，哎呦，啊！
妈，哎，我想回去了。怎么，你不想见他了？帮我把这封信交给他。信，还有这支笔。我走了。关于那封信的内容已经不重要了，它永远地和薛雅兰一起成为了一个谜，一个念想，一个希望，并伴随着石长工的一辈子，引领着他乐观的生活，艰苦的奋斗。走吧，咱出发。走吧。我们不去了吧？啊，您可是等了50年了，就这么不去了？你看我现在是又老又丑，别吓着他了，还是留个念想吧，也不毁了我这一世的光辉形象。您现在精神着呢。不去了，带我去趟人民大会堂吧。嗯，走吧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不想让老爷子知道我们当时的心情，只想让他再看一眼北京，
再看一眼人民大会堂，再看一眼这50年的沧桑巨变。